改一下吧。三二，来山蜜，这样，我是同学山蜜，你当小明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我们两个一起来。我喜欢历史课、体育课，不喜欢数学课。为什么？数学也很有意思啊。我觉得数学、历史难多了，我听不懂。你觉得数学比历史难多了，听不懂？别担心，我可以帮你。好啊，我们每天学多长时间？啊，一两个小时。那上面我们的汉语，每天学多长时间？山蜜，我们的汉语每天学多长时间呢？一个小时。哦，一个小时。那老师有些时候，给你们讲作业的时候，会讲到一个小时一课，就是一小时还要多三十分钟，还要多三十分钟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一两个小时吧，一两个小时吧，一两个小时。那现在第三课，第三章课文。我当同事，你当小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多了，你搬家了？是啊，你不知道我上个月就搬家了，走路20分钟就到。那山蜜老师想问一下，你怎样去上学？车。坐车，那你坐车多久才到学校？8分钟。嗯，好。那用这个怎么说？像这样说。走路20分，开。坐车8分钟就到。哦，八分钟就到，坐车八分钟就到。老师读书的时候去上学，我走路半个小时才到。我骑自行车的话，七八分钟就到学校了，七八分钟。好，那很方便啊。我还打算买辆自行车，骑车七八分钟就能到。骑车七八分钟就能到。哦，你不是有一辆吗？那辆太旧了，要换。一辆很便宜，200-300块钱。200-300块钱很便宜。那你可以买一辆。好，那这里最后一篇。我当大山，山蜜当中介，我到你这个地方来买房子。我说
这两个地方的房子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你看学校外边的房子比学校里面的大一些。什么？哪个地方的房子大一些？学校外，学校外边的房子大一些，大小没关系，主要是环境，哪个更安静？学校里边的，在外边那么干净。哦，没有，学校里面的没有学校外边的那么安静。那是哪个房子安静呢？外边的，啊，对，很好，这里。加了没有的时候，那是学校外边的安静。那请问哪个方便一些呢？学校里面比学校外边。附近有三四个车站。哦，附近有三四个车站。好。哦，老师还记得山蜜昨天告诉老师，你们学校附近有车站，所以你回家的时候非常方便，因为很可以坐车回家，很快。啊，还是没有到。那山蜜，我们两位先来。老师觉得。这里面的山蜜可能都认识。哎，山蜜，你有没有看到第11课？第11课没有看到吗？山蜜。有没有看见这个第11课？看到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今天是只有我们两位，那我们先看，从这里开始啊。你把这个读给老师听一下，可以吗？来，下面。别忘了把空调关了。别忘了把空调关了。对，把空调关了，空调。稍等一下。双元，早安。陈老师，早安。哦，好，请问你的妹妹到了吗？到了，好，好。老师看一下。双元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第11课？看到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今天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。别忘了把空调关了。双马，
把空调关了。好，非常好，别忘了把空调老师关早，了，老师早上把。好。双满，早上好。双满，双元，以后上课不可以迟到哦，好不好？迟到不行，迟到不可以。来，我们看这些。双满，请你把你认识的词语读给我们大家听，可以吗？读书魂，坐，接，哦，借，很好。池，灯，台，会议。很好，来这里词典，词五点。典，哦，这个是对的，但是今天我们学习的是"还"，另外一个发音"还"，"还 to return"，就是"还"，那借"还"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"还"，"还"可以说还钱、还书。去图书馆借书，我们要还。来，现在请善密，善密可以把你认识的读给老师听吗？图书馆，借。善密刚才说。山蜜去图书馆借过书，词典，词典，词典。灯，灯，还，还，会议。会双元，图书馆借。对，词典，指点。对，灯，跟，灯，跟。对。你晚上睡觉之前要不要关灯？关灯。要。要，很好。还。关。还，很好，这一个。会议。会应，会议，会议。会应，对，会议，会议。来，双满，把你认识的读给我们听。结束，忘记，空调，关，地铁。说，最后一个，非常棒，全部读对了。结束，结束，忘记，忘记。空调，空调，关，关，地铁，地铁，双，一双，两双，双，一双筷子，双。来，现在请双元。减少。结束。结束，对，结束。结束，结束，这个，结束，对。来，双元，忘记，忘记。
空调。空调。对，老师知道了，你们那边非常热，那你们会经常开空调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这一个。One, D, 地什么？地铁。地铁，对。双，很好，哦，算命，算命，请算命，请算命来一次。来，算命，从这个开始，结束。结束，忘记空调，关地铁窗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来，双满。来，请双满。双满，你还，双元，请问你的妹妹还在不在？双满是不是离开了？那现在，哦，双满，双满，你刚才离开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没有离开，好，非常好。那双满这些，筷子。啤酒，啤酒，瓶子，别这，对，瓶子，瓶子，瓶子，笔下记面本，的，店这里有见习惯。对，很好，这里，啤酒，啤酒。啤啤酒。酒，对，瓶子，瓶子，凭证，电子邮件，电子电邮子件，邮件，很好，习惯，习惯，很好，习惯，双满，非常好。来，现在山蜜。筷子。好，啤酒，啤酒，啤，对，瓶子，瓶子，宇智波电子你。邮件。习惯，习惯。对，很好，习惯啊。上课的上课前几分钟，善密告诉老师，善密习惯用电脑学习，就是说善密常常用电脑学习。这里有筷子、啤酒、瓶子、笔记本、电子邮件、习惯。那现在请双元。筷子、啤酒、瓶子，连住，对，笔记本、电子邮件、习惯、习惯，习惯。习惯。很好，
那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学习。图书馆，图书馆，图书馆。对，图书馆，图书馆。双满，双满，请问你有没有经常去图书馆？我不经常。哦，你没有经常去图书馆。那双元，你呢？我也不经常。哦，你也不经常去图书馆。那双满，你没有经常去图书馆，但是你去过图书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去过图书馆。你去图书馆干什么？读书。读书，读书，你去图书馆读书。双元，你去图书馆做什么呢？看书。看书。生命呢？来，山蜜去图书馆做什么？借书，非常好，借书，很棒，借书。这一个词典，词典，双满，请问你？看到了你不认识的汉语词汇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会怎么办？如果你不认识这个词语的话，你不认识这个汉字，你怎么办？我查词典。啊，你会查词典，很好，查词典，啊，词典，啊，现在比较好了，现在电脑上，啊，电脑上面也会有电子词典，电子词典，我们可以直接上网去查，还有下面的这些，双元。用词典。这个知道吗？老师这样，这叫什么？这样这样，这个动作翻，这叫翻，从这里到这里就是翻，翻词典。翻词典。对，翻词典，翻词典就是这样翻，翻词典，翻词典。翻词典。很好。山蜜，查词典，查。词典，翻词典。对，查词典，这个查呢，检查的查，核查，检查，查查词典。查词典，好，这些，双满，念的、快的、惯的。现在双元，看老师，老师。把什么东西打开了？灯。灯，很好。现在呢？老师把灯怎么样了？关。关了，对，把灯关了。
这些。上面。空调。对，空调。那这里呢？我们把空调怎么样？开空调，对，我不想要空调，我不想开空调的时候，我把它怎么样？下面，对，我们可以说开空调、关空调、买空调。庄园，如果家里面的空调坏掉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开空调。哦，坏了，已经坏了，不能打开了，也不能关掉了，你要怎么办？你想要？买空调。对，去买一个，因为家里面的空调坏了，它已经坏掉了，所以买空调，我再买一个，把旧的空调换掉，换了也可以。这些双满，请立点，立点赞。双元，请立点，立点赞。善密，来善密，善密，你有没有乘过地铁？有。有，你觉得乘地铁方便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啊？老师觉得很方便，因为地铁非常快，非常快，非常的快。老师，去逛街的时候，老师去公园的时候，都会乘地铁，地铁特别的快，特别的方便。双满，一双筷子，哪双筷子？对，拿双筷子，双元，这个地方有多少双筷子？双筷子。啊。八只筷子，双，你看，这才是一双，双就是两个，双就是两个，就像双圆、双满，你们是姐妹，对不对？对，圆圆满满，对，所以你们是两个人，你们是两个人，圆圆满满，双就是两个，所以是两个人。合成一起，一双一对，我们经常说你们两个是一双姐妹，一对姐妹，对不对？这对。里呢，就是一双筷子，一双筷子。你再看一下这里有多少双筷子？两双筷子，这里全部有四双筷子，四双。这个才是一双，双。这一个汉字，对，这一个汉字表示两个，这里面有两个，这叫一双，再想一想，双满。你们家有多少个人？我的家有四个呢。啊，你家里有四个人，那你们吃饭的时候需要
多少双筷子？两双筷子，两双吗？你们有四个人。一双。一双也不行。这里才是一双，一双哦。这里只有一双，你们需要四双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用一双。老师，这里没筷子。哦，有。你看到了吗？双满。关到了。啊，老师手里面的这个，这是一只。放在一起，两个，对不对？双，这样才叫一双。这是一双，放在一起，把两个放在一起，这才叫双。那现在这个地方只有一双，只有一双。那你在家里面，你们吃饭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多少双？你再想一下。需要多少双这个？四双，对不对？四双。对。很好，来，山蜜，你们家有多少个人？五。五个，你们家有五个人，那每一个人用一双筷子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用一双筷子，那你们需要多少双筷子？五双筷子。对，五双筷子，很好，很好，非常棒。来，这一个，这个请双满。绿色的瓶子，三个瓶子。好，双圆，这个地方有多少个瓶子？有六个瓶子。六个瓶子。山蜜，你的桌上有没有瓶子？下面你的桌子上没有哦，老师这个地方有，老师还有个一个瓶子啊，老师有筷子，筷子掉了，有筷子有瓶子，这个杯子，杯子，这是瓶子。好，请问山蜜，杯子瓶子哪一个高？瓶子，瓶子高，双圆哪一个矮？是谁？是谁矮一点？哪一个矮？蓝色的杯子矮。你再看一下，是杯子矮呢，还是瓶子矮呀？杯子矮。矮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等一下，下一张，双满，两瓶啤酒，喝啤酒。好，双满。你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有多少瓶啤酒？这个地方，你看，你看这里有多少瓶？你能看到几瓶？四瓶。瓶啊，你看一下瓶哦。这样的，像这样的才叫瓶，这样的是杯子，
你再看一下，有多少瓶？老师只看到了一个瓶子，这个地方，一瓶。好，老师再问一下，有多少杯啤酒？来，说完。15杯啤酒。很好，对，这个时候就用杯，4杯啤酒。啊，这个地方只看这里，这里呢是有4杯啤酒。这个地方用瓶，放在瓶子里面的才是瓶，放到杯子里面的用杯。老师想问一下，双元，你有没有喝过啤酒？我没有喝过啤酒。哦，没有喝过，老师也没有喝过。啊，山米肯定不能喝啤酒，我们不能喝，现在不能喝。这一个，双满。买笔记本，换笔记本，用笔记本。山蜜。在这里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书和电脑。啊，电脑，电脑也叫做笔记本。这个东西，我们一般都说笔记本、笔记本电脑、笔记本电脑，像这样的叫做笔记本电脑。书。啊，这里有一个手机，还有一支笔，笔记本电脑。来，双元，买笔记本，快笔记本，用笔记本。很好，非常好。现在。双满，写电子邮件，发电子邮件。好，发电子邮件。山蜜，你有没有给你的朋友发过电子邮件？有。有发过电子邮件。在这上面可以写很多很多，希望朋友变得更好，希望朋友很快乐，希望朋友很幸福，对不对？发给朋友，朋友看到会很开心。双马双元，写电子邮件，发电子邮件。哦，很好。来这里，双元。好习惯，坏习惯。没关系，这里我们请双满。啊，这个字养，养，对，改，这里是改，说养成可以。好习惯，改掉坏习惯。改掉坏习惯，改掉坏习惯，习惯，就是说我们经常做的事情，经常做，常常做。请问，双元，你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每天早上哦，6点起床，你觉得起得早，这是不是好习惯？好习惯，
啊，这是一个好习惯，老师也觉得起得早是一个好习惯。坏习惯，坏习惯，啊，坏习惯就是不好的习惯，比如，我每天玩8、9个小时的电脑，8、9个小时哦，那我每天只玩1个小时还可以，但是8、9个小时、5、6个小时不行。来，现在请山咪。好习惯。坏习惯，坏习惯。养成好习惯。养成好习惯。嗯，对，养成好习惯，改掉坏习惯。改掉坏习惯，对，坏就是不好的，不好的习惯。来，这里，借和还，借和还。双满，你有没有，有没有向朋友借过钱呢？我不借钱。哦，我也是，我也不借钱，我不喜欢借钱，我不喜欢去借别人的钱，也不喜欢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，借不好，借钱不好。现在有这些，请山蜜。借书借了50块钱，我嗯。能借你的手机用一下吗？嗯。这是可以的，这是可以的，借手机是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如果你有很急的事情，你可以借手机，借我的手机，借谁呢？借爸爸妈妈的手机都可以，借手机。还有，借书，双元，你有没有到图书馆借过书？我有借过书。你有去借过书？你去图书馆借过书？那你觉得你在图书馆借的书能看多长时间？15分钟。你只看10分钟吗？山蜜告诉老师，他只看5分钟，你是看10分钟。老师觉得你们看书的时间，有点少。可能你们看得很快。老师借一本书的话，我要看3天、4天或者1个星期。来，这里，双满。还还，对。书，还钱。你上次借的钱，没还呢？对，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呢，所以老师是不太喜欢借钱的，不太喜欢，因为呢，每一次都要我告诉他你还没有还给我，老师不太喜欢这样，所以呢，还是不要借钱，上次借的钱还没还呢，怕没有还，还书，看到这里，借。还，借和还，山蜜，还书还钱，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呢。山蜜，你上一次去图书馆借的书还了没有？
还了。哦，还了。双元，你以前去图书馆借的书，现在还没有还？双元，你去图书馆借书，你借了，你要不要还给图书馆？完，要不要？对，要还，一定要还的，一定要还。因为你们看这里，在中国这个字，自助还书机，还书机，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不还书的话，它有记录，这上面会有显示。哎，这里，马上，我们把词语学习完就下课，结束，结束。结束，来，双满，结现束。在，对，全部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开始，真的这个，结束。对，开始，结束。如果大家你们以后长大了的时候。比如老师说啊，男朋友这个东西，男朋友啊人，如果你有一个男朋友，你发现你的男朋友除了你一个人，还有第二个人，说不定三四五六七八个都有，那你发现了，那你们两个可以说完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再看一下，胜利，开这里，始，结束。好，结束，双元。请问，汉语课结束了的时候，你打算做什么？汉语课结束了的时候，你打算做什么呢？我们下课了。下课了的时候，结束了的时候，汉语课结束了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做我们作先请业。双满。那双满打算做什么呢？汉语课结束的时候，我也做作业。做作业，你们非常棒。结束。最后，最后一章，忘记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第二个汉字都不在了。忘记，忘记，忘记，记得和忘记，记得和忘记，还有开和关双口，记得忘记，来，这两个。双满，我还记得，我忘记了。山蜜，这里，记得，忘记。好，对，那。老师问到你们，你们还记得昨天我们学过了的课文吗？
你们说什么？双元，你说什么？还记得，哦，很好，我还记得。那老师现在问善密，善密，你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学习的汉字吗？还记得。嗯，谁还记得？可以说我还记得。那这里，如果你忘记了，如果忘记了，不在了，它没有放到这个地方，忘记了，可以怎样说？这里，我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山蜜，你还记得你上个月学习的词语吗？还记得。啊，你还记得啊？非常棒，非常棒。这个开和关，双元，双元，开关。现在这个灯开着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呢？关。啊，关，对，它关着的，关。好，开和关。今天我们上到这个地方，讲了第11课的词语。下一次课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做练习。一定要来，全部要来，我要给分数。好，再见，山蜜，双圆双满，再见。咱老师再见，那咱老师再老见。师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怎么关呢？嗯